哎呦，两个人掰，哎呀，使劲儿，咵开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哇，看一下这个牛肚，是不是像那种我们穿的这种衣服啊？太大了。大家好哈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山东莒南，来品尝牛杂汤，喝牛杂汤2023，你一定会牛气冲天。这个做的是什么呀？这是牛肉汤。牛肉汤哈。啊、嗯。咱这个全牛汤怎么卖的？10块15、20。老年人也喝不起的，5块钱给他喝吧。好。啊，也给他喝。嗯。哇，大盆里放水。你老娘做的菜就凉。这是洗的是盘汤，哦，这是洗的盘汤。哎，像这种牛盘汤，你得洗几遍呀？一般6至8遍得洗，6、7遍。哎，知道了吗？这个盆里洗完之后，再到这个盆里，哇，食材处理起来确实挺麻烦。要想好吃，麻烦是必不可少的。这个厉害。哎呀，真是牛气冲天哈、啊！咱这是烧的炭，啊，烧炭。你看他家这一个锅，相当大哈。你不过不过他一块料。咱这个牛头肉多少钱一斤？那个同车750。大队啊，牛头肉跟牛肚肉是各种各样的牛下货都可以一块通切，是50块钱一斤。咱这个牛下货都是新鲜的牛下货吗？啊，都新鲜的，这都去现做的，这2年就吃了。哦，咱这个牛杂汤干了多少年了？干30来年了。30多年啊？你这是30年的老手艺哈。对。这些牛下货是公牛的还是母牛的？什么牛也有，都有是吧？大锅煮牛头，来不来劲？这个汤确实挺白的哈。咱这个汤这么白，里边加什么东西了吗？还有加油。哦，加油。哎呦，这一块厉害。好，不加油加什么？光加清水谁喝？对对对。这是来这里烫一下吗？烫一下凉了。咱这个牛头汤不回锅是吧？不会挂直接烫了，直接吃。哦，那就这样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舀上汤哈。啊，这个牛头肉是不是那个牛皮比较难切？煮熟了也行，好切。高手在民间。哦，这里边是油脂是吧？啊，油啊。咱这个油还要不？两锅的煮，哦，放到锅里煮汤。啊，煮汤。全牛汤你就得全，单喝其中的一样，味道提不出来。嗯，是。我今晚上在家包酒，我说你蘸个油是吧？我说你就打电话给他来吃。你切的这个是牛肝吗？牛头。牛心。嗯。哦。是不是这个牛就一个心啊？嗯，一个牛一个心。烫手吧，也洗手啊，也可以啊。在锅里直接用手就捞了，这一个厉害哈哈。这真是锅里捞，没有这个金刚钻无法揽这个瓷器活哈。哎呀，还是这个来劲哈。哦，用手一捏就知道熟不熟。嗯。牛下货开始出锅，煮这个牛杂汤哈，可是一个教科书版的哈，能让你们认识到各种牛下货，学习到很多东西哈。给我切个24的，按照你们本地的做法吧。24的，行，掺和着好吃。哦，掺和着好吃。
烫一下。嗯。烫几分钟呢？几分钟的现在。要烫。漂亮。哇，这个看着就香哈，来尝一口，看一下哈，这有碗肉，20块钱，真是太实惠了。这牛肉啊，新不新鲜？你快快，真好，搞了一点肚。20块钱，你就能甜到这个大口吃肉的感觉哈。我刚才加这个牛肉的时候，然后带了一点汤，这个汤确实挺鲜的哈。啊，超肥的这个牛肠。